加油吧，呐喊吧。同样，也让我们一起感谢在我们身边陪伴学员100多天的男团发起人迪丽热巴，谢谢。谢谢，同样要感谢我们的4位班主任，谢谢他们一路以来的相伴，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创始人。每一次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愿我们再相遇时依旧年轻，依旧热泪盈眶。谢谢你们来过，加油。继续闪耀着你们自己的光芒，迎向更美好的明天。让我们的泪水、汗水在舞台上凝结成永不褪色的光，照耀更多像我们一样有梦想的人。创始人的陪伴和支持，11名少年已经成团集结完毕。接下来我们来揭晓创造营2019总决赛成团之夜最终的成团名。创造营2019最终成团组合名称是 R1SE R1SE Rise， 我们是在打拼与磨练中不断成长，记忆与能量都将加速上升的中国少年男团。我们从地平线上升起，不断追逐太阳，向着中国最强男团的目标奋力奔跑。我们再次祝贺我们的 R1SE Rise 正式成团。我们要祝贺 R1SE Rise 男团从这一刻起全团既作为红西柚男孩，成为纯真小蛮腰品牌代言人。另外已经有近10个品牌敲定了代言合作，共同助力男团征程。让我们一起感受少年们的乘风破浪的勇气，拼搏向上的朝气。少年们冉冉升起，未来可期，让我们一起见证吧。没人可以代替别人勇敢。哦哦哦哦哦哦！如果愿望
谁跳说可能有什么稀罕，谁愿生活只剩水饺吃饭。 I want it more， 并不荒唐，别人嘲笑吧就笑吧，畏惧的心才是一座高山。这点伤就能把你摧毁吗？别把的仇不会想象，让内心强大像战神一样，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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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你击倒。给自己留着一颗强心脏，紧紧把成为巨人，别害怕与时间一起赛跑，我们能争夺着浩瀚宇宙四方。一颗心要听取自己口令， Yes sir Yes sir， 暴风中身体也不要不动。和秒针被甩掉，向前跑，向前跑，不闪躲，不退让，狂热的一颗心在咆哮，在冲撞，不枉人生这一趟，在店里没有胆怯。我并不荒唐，别人嘲笑吧就笑吧，畏惧的心才是一座高山。刚刚 R1SE Rise 表演的这首成团曲也将成为这个夏天最值得期待的好莱坞科幻动作大片《黑衣人全球追击》中的中国区主题推广曲，希望大家6月14日一起走进电影院支持好电影，支持我们的 R1SE Rise。 各位创始人历时3个多月创造营2019的赤子少年们，感恩有你们的陪伴还有支持，一段旅程即将结束，新的征程才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为少年们加油吧，呐喊吧。是的，光荣与梦想也才刚刚启程，所有从这个舞台上走出来的少年未来一定会更加努力，更加拼搏，在更加耀眼的舞台上闪闪发光。谢谢各位男团创始人见证我们每一刻的努力和汗水，我宣布创造营2019圆满收官。创造营2019成团之夜直播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创始人，谢谢所有观众和支持创造营的朋友，谢谢大家，少年未来。